下来这个手的，就是利用东北在那介绍。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小姐的唱歌，是讲咱家己唱歌啊。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唱歌都非常非常的水的吼。来，恁们都特别利用，就在那介绍到了咱的这个南京戏把酒精调的。来，恁们非常的高，唱歌，来，恁们咱一个铁定来个赞。阿丁点嘛非常的喜欢，那么咱自己做到咱做了分手，而且那么咱非常好点嘛是咱目前上流行轰动的台语歌，乱的小巷闹顶闹啊，大家拢都捌听过歌，好嘞，曲名叫做《女人的一生》，来那么咱叫我大家听唱，师傅师傅是不是？啊好，是是 OK， 来那么咱特别隆重的来介绍，把咱的新来非常好听歌，来听我们的礼拜。王英婷，王英婷，王英婷，你爸爸。
我以前没办法都是免了最起码别人好我往我去了我们给你道歉感谢上咖啡过来的，想谢谢我感谢。那么请问咱小姐唱这条歌，好不好听？如你的一生好听不？好听。然后睡着，睡着。真的，我决定要变成明星了。对呀、啊，像我这样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就在家里等钱进来就好了。哎，那像我呢，练浪口浪口。真的哈？哎，当然嘛是假的。我厉害的呀！哎，那我讲了，我今年了，我就要讲老实的。啊，讲真的啊，我不爱讲假的，啊，结果嘛是人家脱口而出。我真的很好奇东湾的这位司仪哈，那么他给咱给咱带来什么？我这里后天还光一零一安排，我拢真的很好听。恭喜咱今嘛无钱，咱的小姐真正唔捌出来咧，一个外头咧唱哈尼听过，唱一条多情款，伊嘛足好听。今嘛来歌就是讲咱的外头小姐真正讲的足少，那无是的，拢总无人敢唱这条歌。创修后，你捌听过无？迪巴王做创修后，你会唱吗？对啊，对啊，这是爱有实力的才有法度。好啦，这若讲一般也无实力的，无可能有人敢甲你唱一条《多情款》，真的非常非常好听歌。我今嘛邀请万经理这么会唱歌的，咱的助理来给咱诠释吼，这条咱的迪巴王做创修后。这个很多的这个歌曲，听看卖也好听，也可惜个趣味。那歹听，咱歌嘞，咱另外另外来对咱牛来靠近吼，来准备唱一段景吼，来，你也认真唱哦。我这里啦，然后你们来对咧靠近，就是靠近我那唱歌好不好？你知无？这是你的问题了，又不是我的问题了，跟我没有关系。然后 OK， 来，听看卖嘞，真正有够有够好听。有够好听，可能这条老好听啦吼！来，你摸你摸你摸，我唱到老鼻青。对啊，我不会惊有这种问题哦。好，好哒。哎，真的来个电话嘛？来，这条非常好听，昨天来叫到天上安排，恭喜发财。来，那么叫到天上来好听吗？感谢刚才那个美女，感谢掌声的鼓励，谢谢老板了哈。来，好，这么听，感谢天早好啊。Yeah.
谢谢。Thank you.
你妹妹哦，
是咧困，我若枵，我拢过会晓坐起来。是咧。无你无水。所以这个头疼就是这个后厨。哦，头疼不也后厨？不会的后厨啊，你讲没？那我一个。那这个谁能跟我先来？咱这个先，你看。